瞓唔到嘅朋友咧，可以去呢个乐富广场，由呢个赛马会乐眠无忧计划搞咗呢个社区大型嘅活动。醫生攞嚟做一啲嘅睡眠疾病診斷嘅時候用到一個檢查機器，咁佢幫我哋了解一個睡眠嘅質量啦，同埋其他嘅一啲指標嘅。咁主要就係腦電啦、呼吸嘅狀況啦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《香港背包》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